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《红花绿叶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、孔云龙、冯阔阳、刘源。刚才是岳云鹏和孙越，哎，二位。岳云鹏是我的徒弟，是云字儿的。孙越是我师弟，哎，师承提孙越可能大伙儿不太熟悉，您介绍一下。他也是相声世家，哦，他姥爷是李文华先生，对啊，艺术家。刚才这胖子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我们爷儿四个上来，群口相声，四个人说，可不是吗？啊，郭德纲、于谦，嗯，带着俩孩子，是，我们得介绍一下。挨着我站着这孩子，这也是我徒弟，嗯，跟刚才那岳云鹏一块儿来的，嗯，同年龄入学，嗯，谁叫孔云龙？对，给大伙儿鞠躬，这是德云社最好看的小孩儿，长得是比较漂亮，也是最愣的一个孩子，还愣，来这么些年，每年都惹祸，祸啊！今年开车跟人怼上了，嗯，明年打架啊。哎，去年挺好，啊，年三十放炮把脸崩了，就是他。嚯，哎！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啊，上报纸了。自打创完之后，孩子现在性情温柔很多，我发现。哎，对，这，啊，过去的事儿了。哎，过去，这是我徒弟。哎，那孩子是于老师的徒弟。哎，哎，于老师介绍。徒弟叫冯阔阳。哎，大家鞠躬。谢谢。他徒弟长得没我徒弟好看。好好的。对不起啊，拿炮崩完就这样了。嗯，崩的脑神经上。嗯嗯嗯，你徒弟才崩脑神经上。没挨过崩啊，没挨过崩。嗯，太会说话了，啊，挺可爱的。俩都不错，俩孩子也挺用功。是啊，这个今天是一个好机会。嗯，好多人并不认识你们两个人。对，老观众老上德云社去的知道，嗯，孔云龙、冯阔阳。对，孔云龙、冯阔阳。但是大部分观众并不知道。有不去的呀？这俩人说的怎么样啊？嗯，是好是坏啊？嗯，借这个机会，俩人，哎，好，你看看，嗯，卖你炮那给你叫好呢。好，嗯，两个人说一个小段，让大伙儿听听，给你们打个分好不好？啊，嗯，来吧，让人评，大伙儿多多个捧啊，看看怎么样？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今天这是一个好日子，那当然啊，借着这个你们师傅，还有我们师傅都在，是给咱们两个人好好的指点指点。好，嗯，现在开始说一段，说一段。您看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爱好，那当然了，都不一样哦。就拿我身旁的这位，我呀，冯阔阳来说，是我最大的爱好，嗯，就是旅游探险，喜欢玩去。后台也有两位演员，嗯，跟他的爱好一样。哪两位呀？后台有一位巨人，就是打一巨人，这么高个，谁呀？这是何云伟，哪一巨人？这是何云伟啊。这是俩，哎，嗨，肉夹馍。另一个呢是他的搭档哦，李菁，李老师。这三个人的爱好相同，一样啊，而且呢经常啊出去一块旅游玩去。对对对，前段时间还去了，刚去完呢。前段时间去哪儿来着？嗯，去那个神农架去了一趟。听说那个地方原始森林里面，嗯，经常有些野人出没，电视都报过。三个人没得这信儿，嗯，不知道，没去过呀。后来呢听朋友说了，嗯，非要去看一看，看看究竟，瞧一瞧去。这家里面打好了行李包，嗯，背着行李包就去了，出发了。走到原始森林里面啊，啊，嗯，好多的这个东西都特别的稀奇，瞧着新鲜。哎呦，往里头走吧，嗯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深。是走到原始森林的最深处尽头了，发现一个大黑洞，山洞，特别大一大黑洞，哦，黑乎乎的，哦，怪吓人的，瘆人的。这时候何云伟就说话了，他说什么了？何云伟就说了，哦，要咱走吧，出来要不咱吃怎么办？咱走吧，走吧，走走吧。对对对，甭学那么细致啊，胆小。是，哎，这李菁就说了，他呢，讨厌。哎，嗨，截然不同。咱来是干嘛的呀？啊，不就来探险的吗？就是啊，看我的，我进去。他要进去，说话他进去了。嗯，进可是进去了，十分钟，吐着就出来了。啊，我这怎么了？我的妈呀！嗯，太刺激了。
什么就刺激呀、啊？里边有一黄鼠狼，放屁太臭了。嗨、哎，黄鼠狼受不了、嗯，咱走吧，快走吧。这时候何云伟一听黄鼠狼，嗯，哪有什么看我进去。他就来说这话，何云伟进去了。嗯，十分钟，何云伟吐着也出来了。我奶黄龙放屁太臭了，受不了，咱走吧。行，吓着人。要说这时候啊，还得说人冯阔阳冯老师。我，你们都见过什么呀？就是看我的，我进去，我来呀。说着话，冯老师进去了。嗯，五分钟，我吐着出来了，黄鼠狼吐着出来了。哈哈哈谢谢谢谢啊！谢谢您真捧，俩孩子说了一个小笑话，是啊，各位是真捧，哎，水平有限，那是啊，很多地方就我们从专业的角度看，有些欠缺，有毛病啊，是这个，你还得下功夫，是啊，尤其是你跟冯口阳的合作方面，您给我指点指点啊，他是什么地方？您说，他是这样，你记住了啊，嗯，咱们逗哏的演员，咱们是红花，我就是花。他们是绿叶，你看那于大爷那脸色儿，看见吗？您这说到点上了，知道吗？你记住了啊，在台上要有王者之风。你看你师爷侯先生，在台上多霸气，撇着大嘴的，不到60就弯回去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所以说你要既要学这个霸气，还要保重身体，知道吗？这难点儿的。我觉得你有的地方太幼稚了。是吗？跟冯口阳合作，你记住。你是主角，你是红花，对，我花啊，你不能让他夺你的戏。好多地方你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大声说话，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。你看我在台上弄你于大爷，弄得一愣一愣的。也是，你这样才行，有道理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哎，您说，你这个段子不能这么使。您说怎么意思？啊、这，你想想，嗯啊，你在台上不是绿叶。不见得捧哏的上台就是绿叶，知道吗？哦，是红花是绿叶，关键看你自己，自己怎么演。当然了，上来以后不能让他说话的声音把你盖下去，知道吗？我得往上走。当然，你得说话得压着他，抢着他头了，把他说的全说出来，把笑料搁在你这儿，他就没话了。那我就火了。你当然了，再者说，你怕他干什么？就是哟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怎么？啊，我这一辈子跟郭德纲也就这样了，我指着你在这辈子上翻案呢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活以后不能使，让人挤得不行，你得压着他。再者说，刚才他说了，你怕他干嘛？他师爷才活59，没有几年你就出来了，他我就来了，我 就是，记住了啊，没问题，声调上去，往死里弄，抢着头了，把包都抢过来，来啊！你还在乎那个？车你都撞好几个了，知道吗？嗯啊。对不对？你都忘了去年拿炮轰什么事儿？师傅给你盯着啊！对不对？你生死置之度外，这算什么呀？记住了，一个冯阔阳你弄不了，他比那车还厉害。他这得作货，作的他比烟花爆竹还厉害。哪天啊？你鬼门关转三圈的，你怕这个？来吧，说好。行，哎、这个行业是必须要团结，哎，嗯，团结。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好，该说就得说，那当然，该说就得说。有毛病就得他就是有的时候说话声音小了一点点，对他们声音太低了。他挺好，就都不错，再收敛一些，再收敛一些啊，声音要、嗯、大，嗯，您、嗯、啊，再给孩子们一个机会吧，好吗？重新来一遍，我们再来一遍，好吧？大家伙看一看啊。来吧。这个我们师傅这刚才告诉我了，我师傅也给我讲了，嗯，咱们再来回，那再来吧，再来回，来来来来啊，您看这个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，相声演员呢，这个先说那说来说叫单口相声，我就喜欢说两个人说的是叫对口相声，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，演员把那人一站，我就往前说，我怎么能这样啊？你要什么呀？出门也不说带个家伙。这孩子太愣啊！就是啊，你这你这孩子不听话啊！你这孩子哪能直接就上拳头啊？就是你，你打不过他，你个要死的样儿！我告诉你吧。
我努力了。你努什么力了？你这是哪怕带一二踢脚来呢？你是放他们家被窝去啊？这个行业还是很团结的哈。这表面现象不可信。这个终归孩子们还很年轻，很年轻。嗯，这样吧，这样，我们给他们示范一下，哎，看看我们吧，啊，教教我们相声是怎么说的，你看看，是是，我看，来吧，咱们随便说，随便说啊，哎，这孩子太愣，这就都愣，都愣，这样以后好不了，哎，这样以后长寿不了，哎，我来示范一个，看着，听着啊。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，讲究说学逗唱。我们课说学一共是四门功课。那么说从说教，你我上去。唱说唱最讲太平歌词。哎，我们太平，我们是这。你扒了我干嘛？这怎么了？这不行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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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师傅这吃错药了。后台有没有管事的？我还说的是，我说什么事儿呢？你们家说这该动手？废话，什么叫好？什么叫该动手啊？我问你，先动手了。你们家动手了？你骂了我？来，师傅，敲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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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踩我，师傅，你敲我，你开过来。有事儿说事儿，你动手干嘛？你就靠说不就可以解决是吗？咱说的是这个事儿，对，理解一句压一句，我没说你张嘴干嘛？这没有说话的份儿啊！我怎么我怎么样你说话啊？说相声团结，不说话，团结，团结，先别说，我怎么不让说话？怎么不让说话？这是您说，您说，您说干嘛？您说，团结，还不让人说话了？还这行就得团结，那可不是吗？行外人不要掺和啊！他说的是这个事儿，说的不就是人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该管孩子管孩子，知道吗？是啊，你该管孩子也得管孩子。我这没先动手，你知道吗？孩子都得管，你扒拉我干嘛？你说，师哥，师哥啊，不是，这您消消气儿，这咱消什么气儿？团结，您要不也不长寿了，您这是教育孩子呢？59，我告诉你，孔云龙啊，你这孩子太让人失望，知道吗？太让人，我怎么让？我这些年我就白教你了，就应该拿我这都你知道吗？这都是您教给我的。哎，谁？这叫志气呢，这叫孩子，叫板孩子不能这么说话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你要疯是吗？啊，我你是要疯吗？我啊，我干嘛要疯啊？我就要不弄死他。哎，不不不，管管他，管管他。是是，哎呀呀，来来人，哎，过来，哎哎哎，管孩子干嘛？都看我，都瞧我了，我挡这事，我挡这事，他挡这事，我挡这事。有人挡这事儿就行啊！哎，痛快了。所以说，以后你得听话。是是，就怕没有人对这事儿负责。好好，孩子，好，行行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报没事了吧？替你着急，知道吗？是消消气儿啊！得了，您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一说一乐的事儿。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嗯，事儿不就解决了吗？扩阳以后听话啊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挺好，挺好。这我们皆大欢喜了吗？好事儿了吗？凡事有个解决。嚯！哎呦！我你露点了，你这个，这段掐了啊？掐不了这个。你们都高兴了啊？我招谁惹谁了？不，你这个是有用处的。我有什么用处啊？我让大伙看一看。嗯，没有藏秘牌油行吗？哎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